大家好，这是张雨霏，不是我今天算是奔波了一天，一大早起床就去外婆家陪外婆吃午饭，然后晚上又回到杭州帮朋友求婚，感觉整个人的身体都被掏空了，到现在晚上10点多，晚饭都还没吃。所以说我今天打算去便利店捡，我怎么变黑了不重要。所以说我打算去便利店简简单单的对付一下。你们眼不眼熟这一家便利店？在便利店我来过好多次，我现在我已经搬家了，所以说很少来这家便利店。噔噔噔噔噔噔，我是不是唱错歌了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午餐肉吗？那、你们看，一片一片的午餐肉，我第一次见，搞一个尝尝看。哇哦，蒜香烤肠哎，我第一次吃这个蒜香烤肠，搞一个搞一个。盒饭只有这些了，你们看，盒饭只有这个串串香麻辣拌、番茄炒蛋孜然牛肉饭，还有这个名古屋炸鸡盖饭、宽香鸡丝凉面。不瞒你们说，前面三个我都吃过，唯独没有吃过这个，那就搞个这个吧。它是一个哦，选哪个好纠结，青芥虾仁和春笋烧肉。那就拿，哎，我要拿这个，这个好好看，觉不觉得？这个感觉不错啊，雪糯糯，这个不错感觉。拿个这个，有冰杯吗，美女？只有这个吗？啊？哦，对对，好，我拿个小点的吧。这个贵还是那个贵啊？啊？张宇。我不叫张宇哥，我叫张宇飞。没事，不重要。帮我拿个土豆丝饼，我第一次吃。这个是什么鬼啊？这个小食盒吃法是什么鬼？啊，没有是吗？哇，这个也太诱人了吧！你们看，然后再帮我拿一个这个串，搞个这个吧。哦，因为咖啡大师因为能搞一个，我准备自己做一杯饮料。这个能帮我加热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加热的是吗？哦，太好了，帮我加热一下。啊？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这是男朋友吗？刚才那个店员小姐姐下班了，她男朋友一直在那边等她，哦，真是怪浪漫的。我发现我最近真的是不停地在见证各种美好。我给你看，我今天带着这个儿子小辉，不能给你们看到下面。土豆叉叉的饼，我之前在美食纪录片上也看到过，但是我一次没有吃过。就是我今天点着这个吃，还蛮诱人的啊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以为会是那种很脆的土豆饼，但是并不是。会有一点点面粉的口感，但是绝大多数的口感都是土豆那个比较粉面的口感。嗯，这个土豆饼里面还有葱和香菜，所以说咀嚼起来会伴随着一股葱和香菜的香味，又好吃耶。哦，你看价格，因为晚上我不想那么早睡，想回家再剪会视频，反正自己做一杯咖啡。我很喜欢最近用这个永璞的这个闪萃咖啡，超方便，我个人是很喜欢这一款。这个是买他们的送的杯子，还挺好看的。我底下放些冰，然后我把这个我闪萃咖啡液倒进去。买这个是榛果风味的，所以说会有一股淡淡的榛果香味。这样也就做好了一杯燕麦拿铁，它是黑冰，就它也可以吸管的，直接。啊，加了燕麦奶以后，这个冷萃咖啡喝起来的口感就会变得更加浓厚一点，很厚重。我还点了一串这个名古屋的鸡肉串。嗯，名古屋鸡肉串，无论是吃几遍都很好吃。今天我帮大学同学求婚以后，我才意识到我长大了，也不是长大了吧，就是感觉自己从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步入到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。尽管说大学毕业了已经好几年了，但是我依然感觉自己还是个大学生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就是尽管自己大学毕业了四五年，但是总感觉自己还是停留在我在读大学那个阶段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然后刚才不是帮朋友求婚吗？我太懂了，就是他帮他求婚，我放了一首音乐，我放了那个 Marry Me 啊。就是萧敬腾的 Marry Me， 哇，那个音乐一起，再配上他那个后备箱的花，再配上他的单膝跪地拿出戒指那一瞬间，氛围到了，就是感觉有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，感觉是个女孩子都想嫁的感觉。当时的氛围我觉得真的蛮好，就是有一种见证了一个美好的瞬间的感觉，哇，真的怪浪漫的。
你们端午节的时候去哪里玩？看到一个好东西，祝大家高考顺利！我借这个电子鞭炮，好吧，祝大家高考顺利。视频的最后，如果大家有因为这个视频而感到开心的话，不妨给小亮点个赞。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